这样，你把这，你把这个，对经过跟他你把这经过，你把这搞了这整理好了，明天来这边给你找个记者，把它写好。没用，状态都昨天状态不敢过。是这里，你不要搞，别，我又捉你去了。再捉你去，他又不得，他又不得放你的。本来他就不得放我。嗯。本来就不得放我。你问我你有没有精神病呢？我们家要做鉴定，这把我们家不肯做。嗯。你想这有医生有没有？嗯。我们家也找律师了。嗯。做鉴定，结果他不肯做。那家伙，律师把钱给收好了，我搞了虎膜三张。搞了虎膜三张啊？啊，钱给收好了。你从武昌那边怎么过的、啊？哦，我是坐车来的。坐钱，你钱都没了，怎么坐上的？我还搞了几块钱。在哪里搞几块钱？在医院里。在医院哪里搞的钱呢？无所谓，我就都卖给别人吃。他哪里的啊？来，我他哪里的？我不跟你说了。我他刀子下来，所以我待这里了。喂，这不几年没喝酒？他喝酒了，几年我都没出来看过官司。肯定现在他家里工作肯定被布控了，是不是？那肯定都跑我家去了。肯定监控了，是吧？那肯定要监控了。所以我来得，他来这里说话。喂，对。喂，哎，你我家里找你啊，你又说不知道啊？为什么呢？我在家里一肚子气啊！你想什么原因呢？我进去的时候，屋里什么没跟我讲，后来我找律师以后，我才晓得，搞完了屋里出了证明，说我精神病，这屋里一个人没跟我讲，还让我出院找律师，我搞了胡毛三丈的事情了。那是。你们搞的我有精神，你还叫我出去找律师，他这么搞我的屋里，所以我们恼火了，所以我再不回家了。所以屋长你说不知道，哎不，屋长你说不知道，哎关你少你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这回啊，可能再不回武汉了，我肯定想一个晚再不回来了。浪天涯吧。哎呀，我这回啊就没打算活出来，你晓得，我也出不来就死在这个医院里，你晓得。哎呀，反正呢我也没打算再回武汉了。这他是你晓得，关于上次给我弟弟谈了，你晓得，不打官司了就放我出去。他就说给单位不打官司了，你懂意思？单位是不单位不给钱的，不给钱。我肯定要拿着五万人均工资了，晓得？他给你发个病假工资，对，一月大概是1000多块钱吧，你晓得不？不，按照五万人均，每个人可以拿5000-6000的，你晓得？那差多少？你晓得？他关机说了，关单位不打了，关机不打了，放我出来，我没同意啊，他一直关着，你晓得？我不会再不回来了，我再不会回来了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如果关你找你，我家找你，你说你没见到我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不会再跟你联系了，我也肯定离开武汉了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不会再上访了。他的条件就是不打官司，不再上访了，这是条件。他给我家说的，不打官司，你晓得不？你晓得？那你说怎么搞嘛？他的条件我不打官司才能放我出去，你懂意思吧？
他跟你说没用了，他不放我的，他给我枷锁，他可以放人，晓得吧？他跟你说不放人的，因为你不是我枷锁，晓得吧？四海为家也无所谓的，我不会再回家的，这回不行。我父母也，我不打官司，我就在外面呢，我在想办法。